就是在那个比赛会场，就我第一眼看到啊，这个姐姐有点漂亮。第一印象就是，这个女生穿了条很破的丝袜。咱成立的时候找化妆师嘛，他们社长就说，哎，我社团里有个妹子是有化妆师，那我把她叫过来了，然后她就过来了。嗯，从此以后就把你化成美少女，我也是。好好争取他一辈子，并且让所有人都羡慕你。